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水陆法会，义工利人天。各位孙亚所在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《维新信教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》。每年农历三月二日，是咱维新信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苏醒的日子，并且咱也秉持为国修德、为民祈福之信念，举办护国十灾万灵归心水陆大法会。民用两利，达到人心安定、国家社会祥和以及世界和平。今天接受咱访问，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癸巳年水陆法会义工师姐，咱来请师姐自我介绍。师姐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您自我介绍一下。阿弥陀佛，各位三信大德，我叶芝麟，十九届乙班严复法师的学生。叶师姐，是你今晚在上班吗？有哦，嘿，你是做什么？我是在长荣桂冠酒店客房部。哦，客房部哦，是哦，那很辛苦呢。房事就是由我们处理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遇到礼拜五六日应该是最忙的了。没错。哦，假日也一样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这个工作你应该做很久了。明年将近退休了。哦，真的哦，哇，真的是安尼有始有终哈，真好哎哈，很圆满了。不过，咱知影讲你的工作是非常的忙哎，你是什么样的缘分来跟我们结缘啊？这几天的时间多久啊？做结缘是，我先说我进入宗门好吗？嗯哼，因为我进入宗门实在是很殊胜，因为。我弟弟的女儿往生的时候，啊，在家里要就折莲花，就，大家都静静的，我就切电视看，正好切到我们法师的，我们师父的节目，是是，我就听师父一直强调了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心安宁，大家学易经，学易经，身体健康，心安宁，心安宁，哈，哦，我觉得哈这样。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正好又是七月五号开课，那时候是好像六月份还来得及。我说，心里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回去我一定要再读，我回来我就真的我就来了，就报名了，就哎就进入宗门。是是，我说我昨天才前天我才跟我哥讲说，我幸好我有进入这个宗门，是啊，非常的殊胜啊。听讲你今麦嘛是咱的梵呗班的学员哈，哎是，哎为什么你特别要来跟梵呗来学习？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宗门之前呢，我有学过诵经，但是学了一段时间。老师就不教了，这个缘就断了。是，那我一直在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。后来进入宗门，有梵呗班，我就很喜欢这样。是，梵呗学多久了？去年、前年，将近两年了。将近两年，有没有在帮忙助念呢？有啊，我现在助念。我现在的个人的时间，除了上班，我放假的时间都是。都会向我们叶主任报告说，譬如说我明天放假了，我就会先拨电话跟叶主任讲说，叶主任，我明天放假哦。啊，叶主任就是如果有公案的话，跟我讲说，那你明天下午一点半，就是要出公差了。所以就是参加去助念就对了。对，哇，好殊胜呢。除了上班，我放假时间我就是投入在这个
助念这方面。是是是，阿丽，因为水陆法会哈，那今年是癸巳年嘛，是，那你参加几次的水陆法会了？两次，就是去年跟今年吗？对。啊，这个看会拢赶快吗？赶快呢，嘿嘿，这下面你赶快分享一下。第一开始是做前置作业，前置作业就是说法会还没开始的时候要贴联位啊，那个还有那个内坛吗？那进坛那个餐巾桌巾吗？就是供佛的那个供佛的桌巾哦，是哦，那是今年才有参与到供佛的桌巾啦，是是是。那也去年就没有了，纯粹就是贴联位啊，联位那个我们那个联位打出来，不是有边边会有那个一动一动一动的啊，对，要给它拨掉，然后联位要盘照号码排好，是是是，排好的时候，然后我是再来我就负责联位拿给师兄。贴在那个，因为他一定会有时候排很高嘛，对，要爬楼梯。今年更殊胜，我那个师兄啊，爬楼梯上去，他要走楼梯啊，那个楼梯要脚夹着这样子走啊。哦，是啊。我那个师兄他不会走啊，我说那师兄你不会走，他上面你脚跨我底下帮你移，就这样子哦。今年所以是分工合作嘛。今年。也就这样子哦，那师兄我们也做得很愉快，是是，就是讲把两个智慧拢给贡献出来，因为你无爬那么高嘛，但是师兄不会夹着走，你就帮他变了亏，对，合作无间哈，太好了太好了哈，所以你从这个贴连位，学习到了什么呢？贴连位哦，学习到哈，人哦真的在做的时候，我个人的体会啦，法会期间在做事的时候，是话比较多哦，话比较多。那我们一直做，像我啊，我拿莲位上给师兄，传给师兄的时候，拿一个起来，我就阿弥陀佛，哦，传给师兄，是是，我们就嘴要念着阿弥陀佛，不管你再怎么样，话不要多，阿弥陀佛多念。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因为我们法会期间请了很多圣灵，是是是，而我们的周遭都是很多圣灵啊，还有法界众生在啊，我们不要话多，你话多了，会满你的愿。哦，是啊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多念阿弥陀佛，对，让我这些法界我们看不到的这些众生哈，对，有可能伊嘛咱念阿弥陀佛的时阵，他们也跟着念，对，他们来这里是要学习心安嘛，我们要做榜样啊，做榜样，有样哦，这点咱一定做这人无想到哦。那除了你做这莲蕊，我听讲你也有做普桌嘛？有，第一年就是做普桌，因为。我们圆覆法师分到第一年是普桌，还有贴莲位嘛。是啊，今年也是贴莲位跟普桌都有，然后我做普桌的时候呢，就是普桌那师兄前面他会先丢包丢好，是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，排在桌上，十字天心，就是一定有一个规矩要排就对了。十字天心，就是说。那个罐头类的放前面，插香才不会易燃。哦，是是是，因为排在走道上。是，所以其实莲位是前置作业了哈，包括你讲那个哦，那你供桌，对，那个都是前置作业。对，后来你拢做普桌哈。对，做普桌，你认为它最辛苦的地方在哪？也不会很辛苦呢。我觉得不知道我是很欢喜心还是我不觉得辛苦，应该是丢包的人比较辛苦啦。丢包为什么辛苦？你一袋一袋的要往桌上放啊，而且很重，对不对？这些应该由师兄来做嘛。是没错啊，我是觉得那就这样子很辛苦啊。是，那你所谓排十字天心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四个，啊，那一看我们一看就能够十字天心啊那样。就咱讲。物件有加有减，就是这样子。是，那普桌的话，可是这样排普桌应该有五六天的时间哦。有啦，排普桌通常都是早上啊。早上排一排，就是我们像今年啊，就人力就很足啦。是是是，很足。
那早上去的时候很快啊，我们停车场排完再来就五百罗汉上面，是排完就要等下午的插旗子插香啦。哦，那时间怎么办？是是。我就跟我严复法师，正好严复法师也在旁，啊、我跟我严复法师报告说，法师，我想说现在空档的时间，我想去念一些经呢。嗯、那严复法师非常的慈悲，嘿嘿，他就带我去净土坛。哦，是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这里，哦，就带我去净土坛，然后拿经书给我，更慈悲的，我非常感恩我严复法师。严复法师去拿椅子来给我坐，真的。所以哈，我进入这个宗门啊，在严复法师的指导下，我真的我感触很多，收获也很多，是真的。可是有一点我在想啊，因为你是在上班嘛，是啊，不过你有法度请假这工吗？嘿，去年就没有那么多天，嗯，好，那今年是正好我们法会期间是在月底跟月初衔接的上，是是，月底的时候我把假停在月底，嗯哼，月初的假停在那里，所以我法会期间我就只有一个礼拜六没有来而已，哦哦，今年，哦哦，这样子衔接就正好假就不会冲突啊，啊，其他全部跟进就对了，对。这样真好，是难怪师父开始说哈，我们要这节目呢，真的是要用唯心圣教，义工利人天哦，水陆法会里面哦，真的大家付出的辛苦啦、劳力啦、劳心真的很多哈，所以我不想讲你去年跟今年你都有参与这法工的这个工作嘛，是，你从这里面你有学习到什么吗？学习到奉献，嗯哼，学习到不要去计较，是，好，嘿。这样子，你看哦，我们这样一直奉献哦，身体会健康啊，是啊，做事业会回来，做事业会很顺啊，是，不要去计较，嗯哼，哦啊，你看哦，等到我们要是任何事情都去计较的话，人家说两个教不能信，一个计较，嘿嘿，啊，还有一个，比较，哦哦，这个两个教不要去信，是是，你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计较。不要比较不计较的话，这样子，我们的天下太平比较接近。不要计较，不要比较。真正人讲吼，人比人气死人了。对呀、啊。不要比，我们就看看自己，看自己有多少的经济，哪里不够的再来补足。那你要去计较这一些，要怎么样计较？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专长，对、啊，不一样的能力哈，没去计较嘛，是无法的哈。所以其实您刚刚提到了，在水陆法会你学到了，就是说不要计较，不要比较，啊，就是很欢欢喜喜的来做咱的这义工。我觉得呢，你。可以带给大家很欢喜心，真的谢谢你来接受我们访问哦，阿弥陀佛，感谢感恩哦，感恩感恩。好，那今晚赶快呢，我们来介绍我们两位师兄师姐，也都是我们癸巳年水陆法会的义工。来，那今晚请你来自我介绍一下。阿弥陀佛，各位师兄师姐好，我是台中道场23班学员洪慧燕。阿弥陀佛，来师兄。各位师兄师姐哈。我是台中道场初级23班学员王殿鹏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哈！哎，师姐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关系吗？夫妻，你们是夫妻，对，那夫妻是一起来上课，一起回家哈？他先来上的，嗯，然后他上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我再过来上。是，为什么你先来上？上了一个月觉得不错，是你在引导太太来吗？对，是，我是想。一个想法，夫妻要同修同行，对，走在同一个路线，是，不然我先来上，我就跟他讲，他不一定能接受，是是这样子，是老师教好的，你也不一定讲会清楚嘛，对对对，不如请太太到底来上，夫妻同修嘛，是是是，所以让师兄请你一起来上课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高兴的吗？还是求知欲很高？就是他回去有跟我讲圆护法师他们上的课程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，我觉得不错，因为现在社会真的都很缺乏这些道理的存在，是，才会导致社会那么乱，人心那么浮动。是是是，所以你们现在学了这样多久的时间了？差不多半年多了。半年多了，我是感觉心里感觉学这个法很好，是，学这个易经风水学。
可以学很多事情，学很多那个，所以我才会说带着太太哦来同修同行哦，可以多学一点东西这样。文雅文雅哈，这样家庭也更和谐更圆满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是。啊，你当初是安那礼拜？就是我舅妈引缘。是。那时候我们是在别的地方租房子，然后又租到另外一边，然后以前不懂，是，所以把祖先请在门开门进来就是。祖先看到祖先的位置哦，是啊，就是那时候是还是扶楼啦，还没有安呢。好哦，啊，然后因为我听我舅妈说，她有认识一些您的法师，对对对，老师啊，然后我就拜托舅妈帮我们医院。哦，是，所以现在一切都如法了哈。哦，很感恩，是是是，很难得哈，因为来中门的话，妙法难闻了哈。那当然，这次水陆法会，你们都是做同样的义工吗？工作？对，一样，一样的，是做哪一方面的？就是普桌方面的。普桌，那普桌的话，师兄你做的普桌，他是你用几天的时间来参与这次义工？哎，差不多三天。三天哦，三天。啊，师姐你嘛三天还是更多？我没有，因为我要顾小孩，因为你要顾小孩，顾店，我两天。哦，两天。师兄，你写的这是啥？我在做增建修改工程。增建的是说基础，有的要搁拆除，要搁砌呀，是要搁增加那个对吧？内部修改啊，内部修改，修改部分了。哦，是是是，也都是要打电话嘛，哈。对，是。哦，科列技术的对啊啦。是。哎啊，但是这次你没有来当义工，偶尔来吗？师姐吗？就是对啊。啊，普桌这一方面，师兄你拢做什么？就是帮忙排桌啊，排桌排贡品这样。是是，你敢无讲排桌排贡品，甲你过去排桌有啥无共？以前我们在摆哦，可能就会。就是这样子摆上去了，是。然后到中门，他就有教说要摆一个井字嘛。井字，是。啊，为什么摆井字？你有问吗？这部分我好像还没问，还没问，就是叫我排，我就照这样排啦。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他还蛮细心的，是。他会把易燃物的话，就是插香旁边的地方，不要摆那些易燃物。是是是。所以咱都开始袂晓亚香地拜，但是爱慢慢学习嘛吼。对。所以师兄，你来遮有做义工有三天的时间哦，你学习到什么？你会当甲咱分享一下无？学习啊。或者就师姐，你有学习到什么吗？我是一天摆普桌啦，然后一天有一位师姐就要去来东。来东啊，哈哈。是内坛做什么？内坛就是去跟那些。法师啊，诵经啊，然后就是跟着那边对拜。哦，是是是，所以也要修啦齁，也当义工。然后还有诵圣这样子。哦，诵圣也有参加。我觉得很殊胜。很殊胜齁，是是是。啊，师兄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来这一次的法会啊，这义工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感想齁，就是也刚接触不久嘛，半年多齁。很多一些中门的一些活动啊、法会啊，哈，也不是很熟悉，是，也是抱着一个心态，就是说想去看看、学习，哈。我中门里面这些也有听说了，哈，一些我们的法会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哈，想去了解一下、学习这样，等于是多听多看，哈，多听多参与参与，对啦，第一次这种感受这样，是是是是，嘿。啊，你刚才阿公哈，虽然说你们是刚刚进来学习没有多久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嘛。对。哦，安息，你知道我们这一次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法会，可以告诉我们你印证到了什么吗？就是像我娘家，在法会之前有发生一些事情。就是不平安，然后我妈妈身体又不好，是又去住院是急诊。啊，我有求老祖，然后还有诵经。是。好像。对呀，那是在法会之前吗？对，就是法会的前几天。啊，你有得到了什么感应？有啊，我爸妈这一次也参加水陆法会，他们也是有写一些项目，让我觉得很感恩啊。然后现在有慢慢在进行中了，都还在进行中，还在进行中，那很好哎。那师兄您这一次家里，在我们的净土坛，我设什么样的莲位可以谈一下吗？
这是我们是有参与，就是我们夫妻跟家人有的是冤亲债主啦。刚好我太太就是我岳父岳母，在老祖圣诞这段前夕，也出了一些家庭因素的事情。我岳母很严重，要急诊室哈。生病吗？对。生病这样哈。就我太太就有来上课嘛，就来求老祖帮忙。是。求老祖倒沙缸，然后我们又诵经回向。是。真的让我们感应到说。真的，这个法会圆满之后，让我感受到哦，那个，岳父岳母真的，他们整个夫妻呀，哈，都平静下来，是，现在也比较好了，是，真的很好啊，对，他们到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，还是心理上有疙瘩的问题？就是他们夫妻感情有问题啦，然后还有一些我妈妈本身身体。他需要打抗生素哦，是想不开哦，就是现在也请那个圆运法师，因为我们之前祖先啊什么都是拜托圆运法师帮我们是处理，他都有慢慢在有改善，然后像我妈妈现在这边也是拜托老师，对啊，所以都一直在有啦，有慢慢的比较。缓和，然后也有比较好的，是算是很幸运了，因为一进来家里刚好遇到了这些变卦的事情，对对对，但是因为宗门的法，老祖的法太殊胜了，所以家里可以得到改善了。那个不点咱的这魁士莲的水陆法会哈，你感觉讲，有设家里有设什么样的莲位？他都要有讲的是，个人的冤亲债主，对，然后我岳父岳母的话哦，他是有阴灵的问题，哦是哦，是哦，就设阴灵的莲位，因为他有。听我岳母说有三个，所以他就，我就建议他，是，也刚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刚好在老祖前夕家里出这种事情，他就是有因缘，是，鼓励，就是建议他们要那个要超度阴灵或是冤亲债主，他们就同意。有某些视线，对对，你怎样讲？哎呀，那样的奇怪，那多多点法会进行的代志拢会发生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是你啊，后来你的岳父岳母现在。很好了吧？整个都平静下来了，平静下来也比较改善，绝对改善很多。哦，是是是，所以你看看哈，师兄有这有心的嘛哈，所以你来做这个法会义工哦，因为你做的这是普渡哦，很累呀、啊。那明年的话，明年的话，你会觉得想要再过来吗？会啊，因为其实参加这个法会，大家都很积极啊，也不会说计较很多事情。而且。都还没有些事情还因为有时候插香要到下午嘛，是是啊，像有些师姐她就会很积极说下一步要做什么，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对呀、啊、哈、啊，因为有心做过有经验嘛嘛，啊教导我们说下一次怎么做才会更圆满嘛。哎，师兄你是在普渡你是做啥？我听说你有做丢包呀？对，都有。有丢包。你做哪几样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吗？第一个就是刚要排桌的时候要。那个师兄会开货车嘛，载一包一包的那个贡品嘛，是我们就是看到需要帮忙，就是就帮忙先丢包哈，在普桌上，然后丢包完之后就是打开哈，先就是排贡品这样，是，就是丢包你要接包吗？还是大家接力接力这样接？都有啦，如果人手不够的话，就是。自己在货车上帮忙搬下来，扛下来，需要接，像有的比较在内部的桌子哈，比较长，就是用接力的方式，就是一个大概一个传一个传一个，是这样才会好做事情呢。是是，所以其实看这法会哈，人家你这边做的代志开始比较紧张哦，因为你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嘛，对对，所以其实要很多师兄师姐来引导说，要做些什么东西，阿贝安那子，然后你们就是如法炮制这样做。明年如果再来做我们的普桌的话，有没有更有信心？有，只要我们有空，太小声了，只要我有空，一定参与的。是是是，有时间有空，我们一定对对，机缘我们一定参与的。是因为你在学习了一年了以后啊，内心的境界更成长了，你就知道说，除了宗门啊家里有问题，他这个殊胜的法之外啊，参与我们水陆法会哈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法印哦，功德也真是无量哦。今天咱中华义的是讲师兄师姐哈，这贤伉俪哈啊，教学人的后门，希望说日后抵达的宗门呢、越来越精进，好不好？好，祝福你们，阿弥陀佛，谢谢阿弥陀佛。
同时，咱嘛真感谢收看《维新信教翠绿发挥义工李仁天》的节目。师父弘完禅师有开始吼，咱每一遍的翠绿发挥动用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确实有影真多。但是上界重要，就是讲咱来有一个真慈悲的心，安尼就对。感谢收看，阿弥陀佛。花开，清净琉璃中。